复古激浪跟真糖。大家好，欢迎到小咖的稀奇可乐频道。我正在 Idaho， 我现在放假在乡下的地方，你可以看那个雪蛮多。还有，我昨天在一个超市找到了这个。这个你认识吗 ？Mountain Dew 就是激浪，可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个 MTNDEW 的那个牌子，就是他们的复古式的 Mountain Dew 老式的牌子。所以这是一个复古的激浪，可是也是说的是 real sugar， 所以用真糖，应该是甘蔗。所以我差不多一年前在洛杉矶拍了一个复古。白色可乐，可是是墨西哥的白色可乐，所以用甘蔗。这是应该是美国产的，还有不是说甘蔗，说的是 real sugar。所以这个设计跟我年轻的时候是差不多一样的，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 Mountain Dew。所以当然我看到了，我要马上买了。还有因为他们只有这个12罐子的 pack。我需要卖了，我不要喝了12个，我能喝12个，我不要喝12个，可是应该除了我以外，我的家人不愿意喝，可是为了你们，我卖了那么多。Anyway， 我们试试。So yeah， kind of， even the smell is retro， 那个香味也是复古的。Does it taste different？ 味道？应该是复古的，应该是跟以前的差不多，跟现在的不一样吗？应该是不一样。Yes, guest, come out here, my guest. Oh, 我们有一个 guest. Say hi, everybody. Say hi. 我的女儿也来了。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green design? Green and red. Is it like Christmas?What did you see yesterday? What animals did you see? What animal is that? Did you forget how to speak English? You want to go back inside? Yes?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Okay.味道呢？应该跟我上次来的激浪差不多，跟现在的有一点不一样的。Taste OK， 可是我在网络查了一下，那个在美国买的激浪跟国外买的激浪有一些分别，因为在美国他们用的那个化学物。是有一点坏了，在应该在欧洲你不能买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说 fire retardant 防火的那个化学物。So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在美国的激浪他们用了，在国外的激浪他们不用了，所以那个味道是有一点不一样。哎，我没有带的一个杯子，我等一下我拿了一个杯子。OK， 我拿到了一个杯子，这边没有玻璃杯，所以我是要用这个塑料。那个最大的问题是，激浪是什么颜色？那个激浪对激浪的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颜色？我在应该新加坡还有韩国给你们看看，有的时候是黄色，非常黄，还有非常绿色，在别的地方。美国呢？美国的是应该 yellowish green， 这个是绿色还是黄色？米糖 ，what color is this？ Yellow。OK， 好像是 yellow。你们觉得呢？跟 OK， 我放那个另一个在 jar， 你们可以看怎么样？一样吗？哦，在那边有 ，That's a woodpecker， 米仓 ，You hear that sound？
up in the trees. You hear that? It's a woodpecker. It's like, it's doing like this. It's up in the tree somewhere. You can't find it, but it's in there. Okay, so way down now. 我觉得比不用甘蔗的激浪差不多。What are you doing up on the table? 我给你们看看。我女儿甘蔗吧。她是还穿那个 pajamas。What? You want to go on the swings? In the snow? Okay, 我还是要给我的最终判定。我可以说对这个复古激浪跟真糖，我可以说真糖还是假的糖，复古还是不复古，我觉得都还可以，我愿意喝12个罐子。OK, 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订阅，谢谢你们的分享。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bye. That was a painful video to film. Somebody forgot how to speak English. Melody says, I love Mountain Dew. 就是一个可口可乐，就是一个山寨可口可乐 ，Ice Cola。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的稀奇可乐频道。今天我们在。